其实还不错啦，对啊，像虽然被三振，但是我觉得整个节奏都还不错，对啊。碰到直球跟滑球，所以就做好准备攻击这样子。当然会啊，但是没办法，这是教练的安排，是就想说没关系，我就是后面再准备这样就好。其实都是自己的节奏上啊，然后其实这今年上来就比较舒服一点，就是比较放得开一点，对，没有像去年一样就是比较紧张，然后让自己更有压力这样子，对啊，不知道啊，我不太，其实他投的其实还不错啦，对啊，球都有压低，只是他的那个比较好的变化球就是直叉球没办法控制到好球带这样子，没办法去引诱打者这样子，对啊，今天。嗯，因为很就可能他今天状况没有比较好，所以可能就是直球吧，对啊，其实还好，因为毕竟我觉得延期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我们是从东岸飞过来西岸，对啊，然后提早来其实也不错，提早过来西岸做准备这样子，西岸比较温暖一点，对啊，然后东岸我们那边就真的超冷，对啊。真的很冷，都会做一些开会啊，对啊，然后像是像今天的先发是大谷，然后我们就做关于对大谷的一些对策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牛棚的，对啊，不止只有大谷，就是整个全部的投手，对啊，其实没有啊，只是他的直叉球就是看高的，不要打低的，对啊，因为他的直叉球几乎都是，掉在坏球，对，因为毕竟他控制的不是说还很稳定，这样没有像，田中将大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还年轻啊，对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更好，我觉得他会再进化这样。当然会啊，因为毕竟，亚洲的要上来大联盟打球其实很难了。对啊，所以有这个会很期待啦，对啊，会很期待想要对决这样子。没有，就是一样就是做好自己的准备这样子，然后如果有比赛的话，就是一样就是帮助球队这样，然后就是想要让自己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然后就是放开手去打这样。